哈哈，来来来来来，咬一口，先尝一口，太香了！朋友们，这两天我们这里都下雪了，好冷啊！你们那里下雪了没有？下雪了，天气太冷了，也不想去买菜，也不想去摘菜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有下饭的一道菜，下面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。奶奶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啦？今天呢，奶奶也做非常好吃有下饭的给你吃啊。不得不等加一下快你就吃知道了，了啊！这不加快吃了。首先，我用这个土鸡蛋来煎荷包蛋，奶奶是不是要真的倒下去？不是一个一个来，反正这个一个就一个是来这个，啊，你都得不加快吃了。煎这个荷包蛋，那个油要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是平底锅的那种，不是那个很尖的那个锅，尖的锅都不要那么多油，不要用那么大火，用中小火。先不要去动它那么快，让它定一下型。奶奶，那五个泡泡好好看。怎么的泡泡啊？这个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差一点撒到我这里了。差一点撒到你这里啊！有没有撒到啊？没有撒到吗？哇塞，是不是好危险？奶奶是不是煎荷包？是不是很危险？煎荷包蛋不是煎荷包。没事，奶奶再来一个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行了。再来一个。是不是备用啊？对对对对对，煎好了，盛上来，盘子里面装起来备用。那我想吃三个，你要吃三个呀？好，我不要吃没那么问多，题。我吃那么多，一拳都吃不完了。哎呦，我吃那么多，你全部吃不完了。给你啊，吃三个好，不那么多，奶奶，哇，切了那么多，多不多？一大盘，煎好了。一大盘呢。现在我们开始来调料了，奶奶好多香好多香料啊，这样才香啊。这个荷包蛋好不好吃，就靠这个香料了啊！一勺这个红烧酱油，如果没有红烧酱油，可以放老抽；一勺这个番薯酱，哎呀，番薯酱好粘稠啊！粘起来了，这粘起来了吗？它粘都粘起来了，两勺生抽，那么多，很多吗？两勺香醋，那么多，如果是没有这个香醋，你可以放白醋、白糖，白糖可以放两勺。那我放那么多的啥？这多才好吃嘛！放一丢丢盐，一丢如果是喜欢吃那个清淡的，可以不用放盐，放一勺淀粉，不然放淀粉。放淀粉更好吃嘛。然后放一碗水，不要放水，放水就把它搅融化呗，变黑了。黑啦，这才香。然后把它搅融化。搅融化后就放一勺预防备用。奶奶这里都有番茄酱了。那是啊，是有番茄酱啊，就番茄酱这味道才好极了嘞。如果喜欢吃酸一点的朋友，可以多加一勺这个白醋，奶奶，哎，好酸呀！好酸呐，要酸酸的才好吃。所以我也喜欢吃酸一点的，我就多加一点白我醋也去。喜欢多酸的。你也喜欢吃酸的呀？嗯，那就多加一点呗。我吃巧这克个调料可以依力你个人的口味。喜欢吃那个酸甜的，可以多加。然后锅里有一点这个底油，煎的荷包蛋的，然后把这个葱姜蒜倒下去爆香，加一点辣椒。啊？在我这里都有了，哦，不吃辣椒的可以不放。哎，把这葱姜蒜炒香了，炒成好吃的。哪给我挡住？不会吧？大蒜的味道好香啊！然后把那个料汁加进来。然后把这个煎好的鸡蛋加进来，哇，好香啊！好香吗？真的好香啊！然后煮3到5分钟就可以了，把这个汤汁全部吸到鸡蛋里面去，就是非常的香了，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，真的哟，哇，好香啊！好香啊！是哦，新买的这个汤汁太香啦。差不多可以啦，然后放点白芝麻。好多白芝麻！是啊，然后再放点葱花，哇，好多葱花！实在是太香啦，满屋子都飘香，可以喽。那我看着都流口水哈了。哈，马上就要吃啦，这么想吃啦，真的哟，太好吃了，我看到都流口水啦，看看看。香不香吃？太香了，搞点饭，看到都流口水了哟。
加上一点料汁，糖醋荷包蛋做好了，外香里嫩又美味，这道菜比大鱼大肉还好吃，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，很适合送馒头、送面条、送稀饭，还非常的下饭。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不会多看几遍视频呢？关注我，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。